请您欣赏相声《色即是空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李菁。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对，今天呢，所有的节目呢都是带论字的，哎，是从老节目里边翻新出来的，重新整理的。今天一共是八段，一个专场。是我们呢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，哎，大家喜欢听相声，相声不是我们发明的，对，老前辈们留下来的，哎，中国的相声代表着传统文化，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中国连5000年的文化底蕴啊，从相声里边能体现出一部分来，还能反映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好多外国人也好研究中国，哎，闹不清楚，闹不清楚什么呀？咱们的思维，咱们做人做事的方式，跟外国人有区别，哦，有差距。我问过一个朋友，我说你对我们国家都了解吗？嗯，这外国人说，有的不清楚，哦，有的经过接触能明白，嗯，但是有这么句话到现在没弄懂，哪句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哎，这还就是咱们中国有这句话，中国的特色。嗯，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？您给说说。旧社会啊，封建专制，男女之间不能碰着。嗯，说这么碰上了啊，你就完了。凭什么我是这女的呀？你长得秀气啊。没有这么说的啊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哦，大姑娘没有上街的，上街呢？上街，嗯，得缠得严严实实的。哦，怕碰上，不能让人看见。嗯，瞧见了就算完了。是，有失贞洁。哦，孟姜女那故事怎么来的？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孟姜女跟花园里边带着一帮丫鬟，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，冒着烟就出来了，带着四个丫鬟。扑蝴蝶吧，嗯，这儿扑那儿扑，扑来扑去的，一伸手，这袖子吞下来了，哦，把这胳膊露出来了，让人看见了。花园里边有一小男孩，谁呀？叫万喜良，是万子良的哥哥。这俩人没什么关系啊，啊，没有关系，不是亲戚啊，不是。瞧见这胳膊了，完了。啊，这算失节了。哦，这就算失节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只能嫁给他，以身相许，瞧见一手腕子就嫁给他。对，你说把孟姜女搁到游泳池去，嗯，他得嫁给谁呀？那就指不定嫁谁了。所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下当时特殊的一种意识，特有的，现在可能差着了。哎，不过来说，你要回头研究研究，觉得是很有意思的。是是，咱们有段相声叫什么呀？叫铃铛谱。哦，研究好多种铃的，其中涉及到一种回避铃。啊，这回避铃是怎么回事？屋里边新媳妇儿带着一九连环啊，上面有俩小铃子，跟屋里一走，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。嗯，这是干嘛用的啊？外边要是有别的男人，嗯，比如说找自己丈夫来的，是哥哥兄弟。站在门口一听屋里铃铛响，嗯，没在家，嗯，就这兄弟媳妇在家了，不能进去，这叫小婶不见大了掰子，多的规矩啊！听见这响不能进，当今社会这也不现实。对，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小两口老两口在一块儿过日子，嗯，这个现象很普遍。对，怎么回避？这屋小两口，这屋老两口，都把门气死了。那从哪儿出去呀？走窗户呗。啊，那高层还不能住了，不像话呀。就是，不过这是事实啊。有的时候这个也容易发生很尴尬的事情啊。当然有了，李菁，又说到我这儿了，实事儿嘛啊。您说，李菁刚结婚的时候啊，家里房子紧张，嗯，原来住那地儿拆了啊，没办法，跟他父母一块儿住，好，合住两居室，老两口住这屋，他们小两口呢住在这屋，嗯，平时还好办，天热怎么办？夏天，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就他们两口子自个儿跟屋里边穿的少一点没事儿，那随便一点，有老爷子呢。
有公公婆婆呀，是能这样吗？得注意了，他们老爷子跟屋里边天热也得穿衬衣，嗯，弄一个长一点的短裤，嗯，捆得严严实实，对，没办法，就得这样。他媳妇倒是比较大方啊，挺喇叭的这人，对，没这么些事儿，嗯，光一膀子，哎，多少咱得穿点儿啊。膀子不行，套一背心儿啊，这还差不多。套一背心儿，套一背心儿行。底下穿一加做的那种大裤衩儿，肥大的那种大裤衩儿。嗯，松快凉快，天热呀。是，再松紧带儿，嗯，穿上了，也只能这样了啊。你没有别办法。是，老头跟这屋、嗯、准备写毛笔字儿。嗯，他爸爸是大书法家，对，对，平时跟家修身养性。嗯，毛笔泡开了，拿过墨来，嗯，墨块儿。嗯，拿过砚台来啊，研墨，对，研完了墨好写字来。我说您等会儿吧，这是研墨呢吗？这不是捣蒜呢吗？这么这哎，这样对，这样研得了墨，骗饱了笔啊，刚要写，听到外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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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有电视剧啊？是怎么着？没有啊，挺纳闷，怎么回事呢？你媳妇跟厨房剁馅儿呢？哦，声音大一点啊。拿着两把刀，嗯，跟这儿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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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左右开工还吃饺子，嗯，人家一震动了，嗯，两个胳膊这力量，嗯，就逐渐的下垂，哦，这个裤衩啊，稍微的松了一点，随着双臂的震动，嗯、这松紧带啊，行。您别说这么细致了啊，您就说他往下掉不就完了吗？就事儿说事儿啊，并不毁银，也不是黄色的事情。这这这往下掉，他媳妇儿没注意啊，嗯、还跟这儿，喇叭点这人也，嗯，剁馅儿。老头跟屋里举着这笔，嗯，这频率都一样，您看见了吗？讨厌。放下笔，转身出来，不像话。嗯，转身回去了啊，拿眼镜这是没看清楚啊。对，确实是。嗯嗯，短裤啥去？这回看明白了，腰上还带着蓝圈呢。啊？猪啊，是怎么着？你这怎么办？还有好些菜没剁呢。嗯，照这样剁法，再有20分钟，这就掉下来了。我是管是不管？嗯，我不管。啊，不行，不像话呀。嗯，哎，家也没别人，那就管吧。也是好心眼儿啊！你媳妇儿不干了，嗯，怎么了？你说这人呢，他喇呼吧，嗯，他脏心眼的多，哦，剁着馅儿骂街，呵，这老缺德的啊！你儿子不在家，你干这事儿、嗯，你没羞没臊的啊！你千刀万剐，甩闲话了，说这个，嗯，你爸爸能爱听吗？不爱听啊，心里也别扭，嗯。其实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好意，就是你这么骂我，你太冤枉我了。啊，咋地咋地，我们这一家子什么人呢？这都是就事儿说事儿，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，就事儿说事儿，这是您编的。不是编的啊，这东西来说没有必要藏着掖着啊，我们也不是教人学坏啊，世上也没有坏人，是好多人只是说逐步的一点一点的走道走偏了，嗯，是不是？人之初性本善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哪有一落生就是流氓的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拿李菁来说吧，嗯，还是我，嗯，你说别人不合适，你看，就我离您近，您就说啊。李菁是一个很害羞的孩子，嗯，腼腆一点。这一后台啊，都算上啊，嗯，曹云金的这帮孩子啊，你别看他大，但是都比他胆儿大，嗯。他不行，这不是我夸他啊，那徐德亮那样的要不得的人，知道吗？李菁啊，跟女朋友交往3年了，那都没拉过手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害臊，嗯，跟女的一说话，腾脸就红了，嗯，你说这也是一辈子，嗯，交往三年，
最后他女朋友跟他提出来了啊，这样吧啊，咱们先同居吧。哎，他挺开放，咱们先同居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交朋友啊，跟正式过日子是两回事儿。哎，住一段时间试试婚，如果你觉得合适，咱们登记结婚。啊，这现在兴这个。不合适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嗯，谁别耽误谁。对，是不是？嗯。犹豫了半天，嗯，行，那我听你的吧。嗯，同意了。正好闲着一套房，啊，这女朋友说了，哪天下午你上家接我来。嗯，啊，跟我爸我妈吃顿饭。嗯，他们也有话要嘱咐你。对，啊，家里都知道这事儿，也不用藏着掖着，见个面挺高兴，开车去了。半道上一想，我得买点东西。是，车搁在超市门口，买一大堆水果。嗯，刚要上车，过来一男的。啊，大哥，要盘吗？啊，卖盗版光盘的，他挺实在，我看看吧。接过来了，都是那美国大片儿。是是是，蓝猫淘气三千问。哎，这没有这片儿啊。小兵张嘎，哎，更不像话了。看半天没有对心思的。嗯，你有没有好一点的？他这意思，我们自己单过了，买点好的电影，两个人看看，留着多好、啊，挺有情调的。嗯，有好的没有？你要好的。还出娄子了，有，拿出一大堆的黄色光盘。嗯，北京人管它叫毛片。毛片。嗯，接过来就傻了。嗯，脸腾就红了。哎呦，有日本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亚洲离咱还近点啊。嗯，买了一大堆。还给讲哪个怎么怎么样，很高兴，给完钱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再见。嗯，扔在车上，开车奔着女朋友家里去了。嗯，从一进门他自个儿很紧张，这人很腼腆。对，是不是？给介绍这我父母什么，哎，也不好意思说话。一直到中午吃饭，坐在这儿摆一桌子菜，他跟着也不好意思，自个儿很拘谨，低着头。大伙说怎么了，这孩子不说话啊？就是啊，我做个祈祷吧。嗯，起哄嘛，他起什么祷？我祈祷啊，闭着眼，女朋友过来了，我真不知道你还信天主教啊。他回头看看他，我也不知道你爸爸是卖毛片的。啊，得，这怎么就这么巧啊？这个无巧不成书啊。真能编呢，你是说的是实事儿，哪有这么回事儿啊？是实事儿，没有这么回事儿。您别现如今来说啊，我觉得这个对这方面问题，你也不用特别的回避。嗯，都是成年人，你说这个成心弄瞎话，假道士没必要。对，是不是啊？人实在一点好。有时候我们出去演出去，也能接触上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啊，很无奈。您再说说，我们出去演出去，无论到哪儿去，有时到酒店里，净有这骚扰电话。对，没办法。那回就是前两天，我到那个厦门那边去演出去。嗯，酒店挺破，当地接待我们这住的酒店不好。嗯，我说洗个澡吧，把包扔去，一开着水龙头，黄汤子，比那泥汤子稍微浅点，有限，里边有水锈，这怎么洗啊？就是放大溜儿啊，玩就放吧，多放一会儿。正放着呢，电话响了。嗯，喂，你谁啊？那边说话了，先生要服务吗？骚扰电话，讨厌，不要，挂去了。那么接着，我得洗澡啊，累坏了我了。嗯，还是不行，电话又来了，先生要服务吗？讨厌，弄这个，怎么回事呢？鼓了半天，弄一手水锈。嗯，又来电话了，先生要服务吗？一天没完了。啊，要，你过来帮我弄水龙头来吧。啊，弄一手，人家不提供这服务啊，这个挺多。包括走了街上，也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的，那发廊现在都不剃头了啊，有时候也剃，就涉及这个色情场所啊，现实事儿，对，是不是？那天我出去就是街上，这发廊坐在旁边，这女的坐在玻璃后，嗯，敲玻璃，对，招手，干嘛？干嘛？装糊涂这是，对对，洗头，没发，呸，连把笼子都没有，理什么发型？一点伪装都没做，你这玩意儿啊！这当然啊，有人爱上这当。嗯，要是我，
说别人不合适，是李菁上过这当。嗯，其实说两句话，掰开了讲这事儿，一点也不怪李菁。嗯，他跟那溜达着，这发廊小姐喊他：“大哥，大哥。”这小姐东北的，干嘛呀？进来，有事儿跟你说。他认识的就进去了，啊，一进来把门关上了。大哥，来，上屋去吧。把门推开，李菁进屋，嗯，里面有张床，嗯，他很纳闷，这干嘛呀？你躺下，你躺下。李菁是很正直人呐，啊，躺下就躺下吧。啊，这还正直呢？啊，干嘛呀你们？我们这儿有特殊服务。嗯，什么特殊服务啊？你等着。拿过一包来，嗯，把拉锁打开，啊，拿出一副竹板来，砰，啪，咔，滴嗒滴嗒，咔咔滴嗒滴嗒，我还去对地方了，咔咔咔咔滴嗒滴嗒，在1953年，哎，对对对，美丽的英国和韩贝揭穿，唱这段我抽你啊！啊，他唱的不是我唱的啊，谁唱的？已经心动了，没想到啊，有这样才艺双全的美女啊。主要是那板儿啊，关上灯，关上门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。嗯，当然了，李菁事后也很内疚。嗯，回家之后也别扭，这事儿啊，媳妇对我这么好，我你说我对不起她，我说不说这事儿啊？就是啊，啊，想了想，还是说吧。啊，坦白，媳妇叫上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那个两口子之间，反正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。嗯，啊，对呀，怎么着？这个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反正谁都被犯错误。嗯，只要说出来呢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。哎，那媳妇一拍桌子，太对了啊！我是跟徐德亮有一腿，怎么着吧？他先招了。说这意思什么意思？其实应该严厉的控制一下这种场所。嗯，当然了，在旧社会的时候啊，这事儿挺多。哦，过去来说，北京最有名八大胡同都知道吧？啊，前门一带，皮条胡同、百顺胡同，嗯，啊，什么这个王寡妇斜街是啊，陕西巷、邯郸台、石头胡同、石头胡同啊，这都是过去的风化场所，红灯区。那阵来说很腐败，嗯，人们都爱逛这个，包括李菁的祖父。哎，我说完了，又该说我爷爷了啊。年轻的时候，嗯，他老人家也经常出入这些地方，是啊，获得过最佳顾客的奖项啊。那会儿好像不评这个啊，不评这个是吧？没评，没评，反正没少去这地儿。去了之后，因为什么？那阵来说啊，好像也分多少个档次，嗯，不一样，头等的、二等的，嗯啊，三等、四等，一直到最后啊，街上那个挺下档次都有，是。上档的了不得，嗯，要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哦，客人来了坐在一块儿跟你聊天，你要是好文，他跟你谈什么唐诗宋词啊，嗯，这学问不能让你比下去。你瞧，你要说弹琴，人家拿起来就弹，嗯，啊，唱歌马上就唱，嗯，你要说你唱板子啊，不是您别说这行不行？离不开这个了。王高里人哪派都会啊，那干点什么不好啊？就他爷爷就喜欢这个，没事就去，而且来说那阵他家有钱呢，嗯，去了之后，哎呀，这太好了。掏钱赎人家从良啊，回家过日子。过两天上这边又赎了一个来啊，嗯，接二连三弄了五个，天天跟家里边，家里有了吧，他还得出去，干嘛还出去？哎，邪了门了，他不乐跟家待着，嗯，还得出去上外边去，外边疯。家里边你这五个奶奶也着急，你知道吗？五个奶奶 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老爷子不着家，钱上外边花去，这哪行啊？嗯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们家里规制规制，嗯，让老爷子跟家玩得了。跟家玩，赶紧吧，挂灯笼啊，换匾呐，布置啊。嗯，老头没在家，家里改了妓院了，变了样了。等晚上你爷爷回来了，一进门很高兴啊，嚯！一会儿工夫没见着开一家新的啊，这就是自己家。嗯，这写着呢啊啊，京华园，哇，连名字都改了。京、啊、是那草头一青那京、嗯。你再说这我抽你啊！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，还没关系呢。太好了，买不进来了，你这五个奶奶全出来了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快让座吧，呵。有给倒酒的，给削苹果的，给剥橘子的，嗯，老头很高兴，连吃带喝，一会儿的功夫喝多了，哇哇吐，吐满身都是。这五人又给擦的，又给换衣服的，嗯，又给倒茶的，嗯，石灯利索了。你爷爷喝了口茶，站起来，我得走啊，嗯，我得赶紧走啊，又走了，出去上妓院了啊。这五人不明白，在家多好啊，这就是家里就是不对啊。家里不是怎么呢？你们骗我啊！我在妓院喝多了，从来没人管我。去你的吧！